登米其林餐盘推荐的云南餐厅，招牌菜酸笋嫩牛肉嫩到了鲜甜入味，盐焗鸡的激动口感好迷人。台北脏浙餐厅推出海鲜料理，用老母鸡汤味的上汤马祖淡菜香气十足，清蒸澎湖爆卵小卷充满浓浓海味。高雄新盐城商圈先到粉红招财猫打卡，再到40年老店吃牛肉面，好吃又好逛。请锁定本周日晚间8点《非凡大探索》。